太虚了。我发现我拿错了，我还要再拿。哎，我的什么水要我自己？泡菜。要不然它比较好喝啊。哪里有菜？这里啊，右边的，还有水莲呢。整只去煮啊！你在干嘛？你没有瘦啊，那个他的骨头啊。那好吃啊。那你吃啊。那你那个有虾啊？没有啊。有啦。没有啊。我没吃虾。妈妈在。那你今天怎么没吃虾？每天都不吃虾。哪有？你那天才一起去吃，还没有。我说。哎，好，是真的。